去买点米和菜吧。那太谢谢你了，谢谢你啊。丁丁糖，丁丁糖，好吃的丁丁糖，快来买哦，丁丁糖。啊，芳芳，爸爸买了你爱吃的丁丁糖。啊，爸爸，我不要，我很怕。哎，一回生两回熟，我万三的孩子各个聪明伶俐，你可以的。不要，我不要。嘘，来，目标来了。啊，你看见那个穿旗袍的女人吗？记得啊，看见轿车你就马上冲出去。啊！不要推我！芳芳被推得撞向轿车，摔跌在地。哎呀，啊，我的脚！哎呀，小妹妹，哎，有没有被撞伤啊？啊，我的脚很痛。阿姨，你看看是不是断了？应该没这么严重。来，我扶你起来。没想到这时万山突然冲出来，一把抢走张敏手上的藤篮，拔腿就跑。喂，打抢啊，打抢啊。芳芳看见爸爸跑得远远的，急忙追了上去。爸爸，等我。哎，小妹妹，等我。天哪，原来是一伙的。芳芳跟着爸爸脚步，连跑带跳的来到了后巷。爸爸，等我。哎呀，你跟我跑进后巷干什么？那个女人有没有追来啊？不知道。嘘，好像没什么动静啊。爸爸，他的篮子里有没有钱？哎，我看看。哇，有啊，有30块钱呢。爸爸，我肚子饿，要吃东西。好，你想吃什么？爸爸都买给你啊。我要吃面。要吃生包，还要买地干，可以赢咕滴咕滴。那我给你1块钱，你自己去买啊。我呢要去赌两把。啊，爸爸妈妈说不可以去赌钱。芳芳乖，今天的事情不能告诉妈妈，知道吗？我愿意相信平凡的母亲，不愿意相信H50信约之创建家园第5集，故事陈秀群，制作肖佳慧，陈凤玲饰演张敏，陈邦君饰演洪当勇，陈慧慧饰演白金女，陈国华饰演万山。信约之创建家园广播剧是由君立美发美容瘦身集团和舒克波子植物物语沐浴露让你在。